好，那我相信各位球迷朋友都知道，今天我们台钢雄鹰要来为洪一中总教练终止个人执教，达成1000胜来举办庆祝仪式。所以今天赛前，我们也有几位贵宾到达我们的现场，请容许主持人在这边利用一点点时间来稍微介绍他们几位。那我邀请贵宾当唱名到您的时候，起身转身来向所有球迷朋友挥挥手。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蔡其昌蔡会长，热情掌声。谢谢蔡会长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澄清湖棒球场。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我们台钢集团谢玉明谢会会长，热情掌声送给我们谢会长，谢谢他对于台钢棒球队全力的支持。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台钢雄鹰棒球队王炯芬董事长，相同的一样非常感谢我们王炯芬董事长对于棒球队的支持。好，那我想各位都知道5月15号这个礼拜三，台钢雄鹰在桃园棒球场拿下一场精彩的胜利，同时也让我们洪一中总教练顺利达成终止执教生涯的1000胜，这个是中华职棒也是台湾棒球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还有新纪录的诞生。所以今天赛前仪式，我们要与各位球迷朋友一起共享这份荣耀。各位球迷朋友，邀请大家把你的千胜雨伞举在手上，我们要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洪一中总教练。好的，那今天相当难得的机会，当然也是我们中华职棒的一件大事。首先我要邀请到我们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蔡会长来到场中央，为我们洪总献上花束以及为我们简单的说几句话，热情掌声送给蔡会长。山出水成亮，在天际之间回响，荣誉在胸膛，雄鹰展翅去飞翔。好，我们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好的，我们再一次热情掌声给蔡其昌会长，我们邀请会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啊，谢谢代表中华职棒联盟，谢谢洪一中总教练，也恭喜洪一中总教练，加音烧香了哈，啊，把时间都留给洪总比较重要，所以简单几句话祝福洪总。啊，1000胜而已啊，哈、哦，这个我看大联盟2000胜的有12个，好像还不止。我希望哦，这个洪总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办2000胜。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2000胜迈进。谢谢，感谢我们蔡其昌会长今天百忙之中也来到我们澄清湖球场参加洪一中总教练的千胜庆祝仪式。接下来我要邀请我们台钢集团谢玉明谢会长来为我们洪一中总教练送上一份精心打造的礼物，是金牌一面。好，我们邀请谢玉明会长来为我们送上这一面金牌。啊，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金牌的正面是写着洪总千胜哦。那我们邀请谢会长洪总，我们也可以把金牌翻过来。金牌的背面就是我们记录达成当天两队的先发名单以及比数，所以这一份礼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谢谢我们谢玉明会长，感谢谢谢会长。谢谢我们谢玉明会长，我们也先把洪总的礼物先收起来。
接下来要邀请到我们台钢雄鹰棒球队王炯芬董事长来到场中央，一样也要送上一份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我们也邀请洪总，我们到后方。洪总一直在看这个是什么？来，洪总来我们这边稍请了。待会我倒数三二一，再麻烦两位把我们的这个浴巾掀开来啊！来，全场雄鹰一起倒数三二一，请揭幕！哇，这是一面乌金石的茶盘啊！我们都知道洪总非常非常喜欢泡茶，所以王炯芬董事长特别去定做了这一面乌金石的茶盘，它的重量将近20公斤哦，所以我们今天是直接摆在现场。我们邀请两位来一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这个茶盘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在我们茶盘上面也印上了洪总千胜的纪念哦。好，我们看一下前方媒体朋友，谢谢，再一次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王炯芬董事长，谢谢你，也请董事长先行回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就要交给我们洪一中总教练来跟我们所有球迷朋友说几句话，掌声送给洪一中总教练。两位会长，董事长，现场的各位球迷，大家晚安，掌声。这个经过了18年，拿到了一个里程碑1000胜。那这个过程当然我很幸运，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啊，比如说像一路栽培我当教练的蓝牛董事长刘宝佑董事长，那当然还有富邦的大董蔡明忠董事长，这个就是我一路过来成长的经历哦，所以能够达到1000胜，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走到这里。不过以现在来讲的话，这1000胜都已经成为历史了，这应该是归零。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帮台钢这一支新的球队茁壮。掌声给我们洪一中总教练。那台钢我们知道是一个新成立的球队，这一支球队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球员，有的几乎还不到20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在进步，但是在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失败。那我想台钢的新球迷对这一支新的球队，我在网络上看到对他们是要求没有那么的苛责，每天都在鼓励他们，也谢谢你们对这一支新的球队对这些球员的一些鼓励。那接下来我还是老话一句，台钢要成长需要球迷进场为他们加油，你们多多进场，他们的动力就会越强，只要你们多进场，我想他们一定会非常努力，他们的球技进步一定会用一个非常好的比赛来回馈各位球迷。希望各位球迷往后多多进场为台钢这些新球员加油打气，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的，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感谢洪一中洪总，也恭喜洪总哦。就像洪总说的，希望大家未来继续多多进场给台钢雄鹰的球员们加油。那接下来呢，今天我们场中央有一个洪总千胜的灯箱，要邀请我们现场蔡会长、谢会长还有王炯芬董事长一起来到我们灯箱旁边。那洪总来，我们一起待会要为这个千胜的装置来一起揭幕。那这一座千胜的装置呢，未来我们都会永远伫立在陈金武球场的2楼看台区，邀请大家未来有来到球场都欢迎跟我们这个装置物一起合照。啊，待会我们邀请我们各位的长官把洪总我们一起把这个幕往后翻，一起往后翻哦。好，全场球迷朋友跟着我一起倒数，我们即将揭幕，3、2、1，请揭幕！哇，非常帅气的一个千胜灯箱。我们邀请四位贵宾一起看向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们，来拍一张合照的留念。
好，看一下我们前方媒体朋友，这个灯像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未来永远会一直伫立在我们陈清湖棒球场，陪伴台钢雄鹰，也陪伴所有高雄球迷。好的，再一次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蔡其昌会长、谢玉明会长，还有王炯芬董事长。邀请各位贵宾可以先行回到座位，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球迷朋友一起来到我们场中央进行合影哦。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洪总，稍等一下，不好意思，还有啊。我想大家都知道，洪总过去不管在球员或者在教练的生涯当中，有一群默默一直跟着他的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哦。所以今天要邀请我们一直陪伴着洪一中洪总一起成长，一起经过所有酸甜苦辣的宋家纯小姐，来一起来到场中央，我们跟洪总来一张合影留念，掌声欢迎宋家纯小姐。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哦。我想大家看到这个白色红色相间的红中战旗，大家一定对这面旗有印象，这个就是我们宋家纯小姐一路跟着我们洪一中总教练。好的，谢谢，再一次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宋家纯小姐，谢谢。好，谢谢。好，洪总稍等一下哦。好的，我想今天这个千盛纪念跟庆祝的仪式，当然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神秘嘉宾。今天我们也邀请到洪总的女儿，我们掌声欢迎洪彦霖小姐来到现场啦。我们邀请彦霖今天带着我们洪总千盛的纪录球帽、要送给我们洪总，我们也邀请洪总来把这个千盛的纪念帽带起来。我想洪总一定事前还是都不知情彦霖今天会拿到球场，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来，哇，相当感人的一刻哦。好 ，OK 啊，我们是不是我邀请彦霖来跟现场球迷朋友打声招呼？没关系，简单打声招呼就好了。洪总真的笑得非常非常非常灿烂，相信他对女儿的爱真的是。大家好，谢谢大家对我爸爸的支持，那我也很恭喜他拿到1000胜，那我也很期待他的2000胜。掌声，谢谢我们彦霖，那是不是要邀请两位来个拥抱？洪总，谢谢彦霖今天特地来到现场，谢谢。好，那除了彦霖之外呢，今天球队还是有邀请到另外一位非常重量级的贵宾，现在我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还有洪总、彦霖，一起把你的目光转向我们右外野。我们热泪盈眶，奔向那方，为了求胜利，我愿意。热情掌声欢迎神秘嘉宾。我们待会看一下今天的神秘嘉宾会是哪一位。好，来，他看好，我们准备帮我们神秘嘉宾开门咯。热情掌声欢迎洪总的太太胡淑怡女士。这个非
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要邀请到洪总的太太来到球场哦。来，我们来邀请洪太太来献上鲜花给我们的洪总。我看洪总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哦。来，三位一起看一下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这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一刻。好 ，OK， 谢谢。那我们是不是邀请太太也跟现场所有球迷朋友简单打个招呼？难得来到球场。大家好，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洪总，很感谢你们。我很紧张，对，不太会讲话。也谢谢洪总，我的老公，孩子的爸爸，今天为家庭付出的一切，辛苦了，谢谢。谢谢，感谢我们洪一中洪总的太太，两位是不是也要拥抱一下？好，没关系，再一次，我相信各位球迷朋友一定会非常需要这个画面的。好，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我们蔡其昌会长、谢玉明会长、王炯芬董事长来到我们中央，一起来留下难得珍贵的画面哦。好的，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们。好的，谢谢，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贵宾一起来到球场，庆祝洪总千胜达成的时候达成仪式哦。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今天的开球，我们要进行今天开球仪式的，谢谢。好，没关系，我想再留一点时间给洪总，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感人。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今天的开球仪式哦。好，今天开球仪式先为各位介绍，今天要担任我们打击者的部分，当然一定要邀请到我们台钢集团的谢玉明谢会长来担任我们的打击手。那今天担任我们开球捕手的，当然一定是我们的洪一中总教练。那今天的投手会是谁呢？我们热情欢迎洪彦霖小姐。我们也邀请我们蔡其昌会长将手套来递给我们的彦霖了。今天是由彦霖来开出这颗好球，让爸爸接住。好了，非常珍贵难得的一刻。好的，彦霖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就邀请你把球投出咯。倒数三二一，请投出。好球，真的是一颗好球。我们邀请洪总谢会长来，我们在场中央进行最后一张的合影哦。今天我想应该也是彦霖第一次担任我们这个开球投手的工作，我们看一下前方的媒体朋友。好的，谢谢，感谢我们蔡其昌会长，谢谢我们谢玉明会长，谢谢彦霖，再次热情掌声恭喜洪一中总教练。